午后 live house， 乐乐红书儿有请，圣诞节有新歌做礼物嘅严明希。后 live house 今日有 Gigi 严明希啊 ，Hello 你好 ，Hello 大家好，圣诞快乐啊，圣诞快乐 too。其实 Gigi 平时圣诞节有冇特别嘅庆祝噶？通常都系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起食嘢。最中意食啲乜嘢？其实我咩都中意食，因为我觉得唯有食物不可辜负。咁但系对于你嚟讲，有边样嘢系最代表圣诞节嘅咧？可能火鸡啦，但我冇食过火鸡但系歌就一定要听啦，呢、這个圣诞节就系好想约你啦，你嘅新歌啦。其实呢只歌都系一首好轻松、听落好舒服嘅一首歌嚟嘅。嗰间录音或者系成个制作嘅时间系大概系几时啊？我哋用咗一日去录呢首歌，不过就用咗好多个钟，因为我同啱仔五 Sir 都有谂法，同埋大家都沟通咗一段时间。或者一路录一路沟通，所以就录咗比较长时间啦。一开始你哋嗰两个谂法系吻唔吻合噶？我觉得都算吻合，但系有阵时可能有一啲细微嘅位置大家就唔同咯。例如个通啦，系比较 sweet 嘅，我可能一开头都用 sweet 嘅通去唱，但系咧。咁就咧就认为要更加 sweet 啲。咁对于你嚟讲，个难度大唔大呢？我觉得每一首歌对我难度都大。我觉得呢一首系同即系同听众连接得最近嘅一首歌。嗯，都话越容易唱嘅歌系越难唱嘅。系，我觉得呢一件事系真嘅。系，但作曲嘅时候，伍仲衡有冇话俾你听啊？呢一只歌会想系点样啊？定系你都有同佢倾过呢只歌想点样呢？我一开头咧，自己收到 demo 嘅时候，我会觉得要谂一个你真系好想约嘅人，但系谂谂下又觉得好似唔系几好，因为我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约嘅人，无论系一啲宠物啊，或者系男女朋友拍咗拖嘅男女朋友啦，或者系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都会想约，所以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屋企人喺呢一首歌入面，自己都会想摆唔同嘅人或者动物入去，都想尝试向呢一个方面发展，同埋自己一听到呢一个旋律嘅时候，就觉得呢一首歌系好甜蜜啦，好温馨，同埋要用一个好友善嘅声去唱。系啦，头先你就提到话都。本身預計要 sweet 噶啦，但系監製話唔夠 sweet， 要再 sweet 啲。用咩方法令到自己變得更加甜呢？其實佢有同我講一啲形容詞，或者係一啲物件，例如棉花糖啦、旋轉木馬，或者係好似歌詞入面嘅飛箭咁樣。因為一飛箭咧，你就諗到童話故事入面嘅其中一個。谂住呢一啲嘢就会个方向会明确好多。系 ，Gigi 系咪自己都好中意一啲童话故事啊咁噶？其实都中意，因为我以前细个经常睇，我嘅姑妈买咗本书俾我咧，就都系童话故事嘅一啲嘢。但你相唔相信童话故事呢？即系有啲人中意睇，因为佢系一个好幻想嘅角度啦。咁但系现实上边，我系唔相信嘅，定系相信嘅呢？严明希，我有阵时会俾自己幻想一下咯，因为幻想都未必系一件坏事。同埋有阵时，如果你真系好想嗰样嘢发生，可能佢就真系会发生。我可以俾自己咁样谂咯，但有阵时需要理性嘅时候，我就会理性翻，即系用念力啊，用念力咧就可以，即系有时令到自己梦想成真啦。咁喺今次呢首歌里面啊，喺词方面，你又有冇啲地方系有同填词人沟通嘅咧？冇啊，呢样又真系，即系一收到个词咧，我已经觉得冇嘢需要改啦，同埋都已经写得好好。是不是都带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呢？即是见到份词自己试下去唱的时候。没错，非常之温暖，同埋因为收到 demo 的时候呢，他那个音乐和份词都很夹。在圣诞节的今日继续跟严明希 Gigi 倾下首新歌，好想约你啦，我也好想约你。约到你啦，跟你倾下这一首歌。那这首歌呢讲紧呢就是都市人其实很忙啦。未必好多时间同屋企人啊、心爱嘅人啊、身边人，或者好似你咁讲，
宠物啊，有时都想陪佢多啲，但系真系冇时间啊。咁但系始终都会牵挂住佢哋嘅。对于你嚟讲，其实系咪都好熟悉呢一种感觉噶？即系细细个就可能姑丈同你生活咁样，咁都挂住爸爸妈妈咁样噶嘛？呢一个感觉对于你嚟讲，系你会点样形容呢？我都唔知点样形容，但系就会有种理解咯。即系越大系越理解呢一种感觉。以前细个，尤其是翻去嘅时候啦，你会好开心，但系有同时好矛盾地唔开心，因为你翻到去你就要预计你几时要走，所以系好想真系好好珍惜同佢哋相处嘅嗰段时间。但越大你就会越发现，其实大家都有各自嘅工作、各自嘅生活，咁有阵时不如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嘢再翻去，佢哋可能都会同你一齐更开心，因为知道你做完你嘅嘢啦。咁大家都有时间，真系可以慢慢一齐去相处，我反而觉得咁样可能会仲好啲。我经常系咁样安慰自己嘅。系会唔会而家嘅时间系越嚟越难安排啦？因为又翻学，又要做你嘅工作，甚至乎即系真系陪朋友啊、屋企人嘅时间，真系越嚟越少咧。当然会，因为你有得嘅时候，你就会有失咯。咁尤其是时间系一个好重大嘅一个损失。不过我觉得系可以学到好多嘢，无论系做紧任何事嘅时候。系，而且好似你咁讲啦，与其去倒数话，哎呀就嚟又要分别啦咁样，珍惜每一段时间去可以一齐嘅时候，就尽量陪伴住大家，咁更加好啦。即系我以前都会有呢啲咁嘅心态嘅，即系明明系应该开心嘅时候，就挂住谂。哎呀，放假就嚟放完啦，咁点算啊？咁样，咁自然就放完之后就觉得，唉，自己蠢咗添，冇享受到系啦之前嗰一段时光。对，系咁今次其实呢首歌啦 ，MV 里面咧都好似好好玩咁样啦，亦都其实带你去咗好多香港嘅地方啦。系，系咪平时嘅 Gigi 都未必有咁多时间咁样游香港法咧？我一直咧都比较中意喺屋企，我都好中意嗰啲景色或者嗰种同大家一齐嘅氛围，但系咧，因为平时有阵时要工作啦，所以我会比较想喺屋企休息多一啲。咁嗰一日系一个好好嘅旅游感觉，本地游啊，冇错，就系游历咗香港好多地方，例如石板街等等啦。我就咪攞住部相机，系啊，嗰个并唔系真系影到相，但系真系有种感觉，我一影嘅时候系可以留低住嗰个画面嘅感觉咯，系，亦都嗰一日系好好天气嘅。我见到拍摄嘅时候，系啊，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影相噶？我好中意影相，但系咧，我发现我越大越中意影相。以前咧，细个觉得系啊，姑娘姑妈，你哋唔好再影啦，真系好尴尬。系，明白。手机影嗰啲景色咯，人就有阵时会影下自己啲怪样。即系喺 Gigi 部手机，如果碌你嘅相簿嘅话咧，系会见到好多景色啦，你中意嘅画面咧，同埋你自己嘅怪相啦，系咪啊？系。本身我就想问，因为有两种噶嘛，影相有啲人就好中意影周围或者影人哋，好中意构图啊，影啲靓相翻嚟；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置身幅相之中嘅。如果見到其他人影咧，就等都要衝埋去，希望自己係相片嘅一部分嘅。你自己係屬於邊一種人咧？我係咁想問你嘅。咁但係你頭先答咗，其實你兩款都有，又中意影景色，又中意影自己嘅喎。冇錯，首先就係睇個時間性。如果個時間性真係好緊迫嘅話咧，而嗰個景色我係好想影低咧，我就會無論佢好唔好睇都好，我會想即刻記錄低。咁但係另一方面，如果真係有時間嘅話，嗰一日我又唔覺得尷尬嘅話，我就會影到幅相比較有構圖啲咯。係，咁你自己影完嘅相，你係真係會 keep 喺部手機度啊，定係真係會曬出嚟咧？因為而家即係相對地啦，大家都喺手機度睇相啦，好似或者係曬一幅出嚟擺喺屋企咁樣噶嘛。咁但係 Gigi 屋企會唔會都係有擺相架或者真係有相簿嘅咧？有相簿，但係相簿入面啲相通常都係以前姑丈姑媽或者爸爸媽媽晒出嚟嘅相，但我自己就好少去晒相，通常都系 keep 咗喺部手机度。系咁，今次 MV 里面就要去好多地方影相啦，拎住嗰部系一部真正嘅相机嚟嘅，系咪影唔到嘅？头先你话佢冇入
嗰个胶卷。但你对用呢啲传统嘅相机有冇研究嘅？你而家兴翻噶嘛？好多年轻人都有呢一个兴趣，系咯，冇错。我其实一开头唔识用嘅，嗰一部相机系工作人员嗰个姐姐俾我，佢话系佢爹哋传俾佢。哇！你要好小心处理喎。系啊，劲惊，所以咧。通常我一影完嗰个 shot 咧，我就会即刻俾嗰个姐姐，俾翻佢 hold 住先，唔好摆我只手度咁。你照顾翻佢先，冇错。佢原来系要插咗上面个掣，可以再揿嗰个快门，系个质感好好嘅，系咯，个 feel 系好好嘅。系咁，严明熙喺呢个2023年啦，因为2022年就差唔多完结啦。咁喺新嘅一年有冇新嘅目标俾自己呢？我一直都唔系 set 好多目标俾自己人，但系我有一个长远嘅目标就系不忘初心。希望自己，因为我知道其实呢一个世界系有好多机会，但系咧有咁多机会嘅同时，你唔好忘记自己。个本质系乜嘢？呢个系好核心，一个好重要，俾自己一个信念啦。咁希望啦，无论今年或者出年都好啦。咁严明熙都会觉得系开心，亦都满足嘅，亦都系有翻多啲时间约见你想见嘅人啦。咁今日咧嚟到 Live House 都想请 Gigi 咧拣多一只歌播俾我哋嘅听众听嘅。有冇话心入边会谂起边一只歌咁咧？同路人啦，因为我最近。想起呢只歌，同埋因为我哋学校咧会唱诗歌，有阵时都，所以我以前觉得呢首歌好似冇乜嘢，但系而家大个少少，再睇翻啲歌词同埋听翻首歌，我觉得系好有意义。好啊，咁希望严明卿有个开心嘅圣诞节，亦都听下呢只歌。多谢晒 Gigi， 感谢 ，Thank you。